茄子蛋爆出解散的消息了。好，2017年出道的他们，靠着一首《浪子回头》在乐坛打响了名号，同时也曾经拿下了金曲奖最佳新人跟最佳台语专辑。但是我们来看到，去年主唱阿彬传出了倒嗓失声，导致演出无限期的暂停。现在又爆出酬劳分配不均，引发了争议，结果导致团员们决定要各自单飞，等同是宣告团体解散了。好，知情人士有说，团员之间其实没有问题，但是酬劳分配的比例让家人是颇有微词的，也成为压垮茄子蛋的最后一根稻草。科普一下，水神呢跟病毒呢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呢，会变成什么？变成水，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。那一天使用个百次千次，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。那家里有小孩的、孕妇的都可以很适用。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？请上快点购，输入我的推荐代码就会有折扣哦。